起先画过这种东西，嗯，楷书的这种笔法，但是这张不对，这张您看这儿啊，这字也是学启功写的，写的呢挺像的，但是这起先这章啊不这么改。起先给我们讲过啊，这个章和落款之间隔一个章句，两方章之间隔一个章句，所以这两方章盖的哈太紧了，而且这方章不好刻，还是不行。嗯，体现上字写的比较瘦劲，比较那个力量感的很强，这个字还是写的软，章也不好啊。这么看下，这是我们家当年的杂志上边的。嗯，这是后印的，这是整套做的假，这不是当年的这种。这是我们家里头老人过去买的，反正体现上假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嗯，这肯定不对，啊、这个竹印就画法就不对。起先是30年代就卖画，这竹子不可能那么画。这个讲究点的画家，这竹子叶都不这么画。这竹子这叶不可能跟鸡毛掸子似的这么顺着这底下这么一溜这么上去，它都是长在叶尖上那么几个。你说它这是假的吗？不对，假的。你说里边也不是那个啥？就是老杂志改了一个封面，改了一封底。是改的，人家背面对，93年十一期。你看，查着了。美术大观，93年十一期正面，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不吗？背面这是人物，换皮儿的，换的，因为我知道这种手段，一般封面不换，就是封二、封三换一下，封底啊，换一个。哦，他弄到这儿，咱那真得要。嗯，那你说这个是真还是假？也是假的。哦，就是假的，假的他才这么做呢。嗯，换一个。